组都认识，对不对？对嘛哈、哦？那这边这个位认识吗？毛叔刚刚喊得很大声，好、哦，大家都认识。那、哦、毛叔这次是负责编剧和音乐部分，所以这次的架构的编剧是毛叔哈、哦。那毛叔，我想问一下，这次的音乐啊，好、哦，也就是我们为《腐女界外传》啊，量身打造这一首的我们主题曲片尾曲啊，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不错，这是我们的一次新的尝试。是，那除了不错之外，喜欢之外，还有没有觉得是说他的这次我们在音乐制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这次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没有尝试过音乐合作，不过最主要音乐合作能促成要感谢小狐狸。小狐狸感谢他啦，不过不要客气啦，你也是个伟大的音乐推手啦。哦，还有另外一位今天没有来的曾志豪。豪哥啊，好可惜，真的很可惜，豪哥没有来。他在家里带小孩，最近没有。带小孩了，好了，那就原谅他。好，那姐姐，这是我们毛叔哈、哦，所以待会哈、哦，我们其实在那个日志上，哎 ，OK， 不好意思，工作人员再帮我拿一支麦克风一下。好哦，在这里，在这里哈、哦，主持人没看到。再来这位是我认识，他是负责我们这次的动画。哎，我们麻烦我们那个小狐狸一起来，好不好？好，这次是我们负责我们这次的动画。我们这次的动画总共有三段，对不对？宣传然后三段。三段，然后一段是加的我们的泪狂奔主题曲。那这次我想问你一下，我们这次的大家其实在看动画，其实看得很过瘾。这个这次的解析度是不是比较高？对，这次是特别。导演，因为之前一直有人导演说动画看不清楚，动画看不清楚，但这次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哈，这次的解析度高，那这次的解析度是多少？我们可以讲吗？多少乘多少？这个可以是三个机密吗？不会哈，好，我们这次升级到多少？1280×720。1280×720超越 DVD 了吗？对，超越 DVD 的一个规格了哈、哦，真的是，这是伟大的幕后推手。不过大家应该有在攻略本看到，他在后面是他在写心情，就是说一个人当三个人用啊哈、哦，辛苦了。是真的很辛苦。是真的很辛苦。不过看到玩家支持应该都可以哈、哦，谢谢玩家。好，我们谢谢伟成，这是负责我们动画哈。对，这位啊、哦、我也认识，好，他是负责。那个地层游戏的规划，这是地层好不好玩？还没玩到啦，还没玩到，玩到了啦，已经有四个关卡啦。哦，地层之外还有未即将开放的 Web 的一个功能哦。好，可以偷偷的透露一下吗？因为网页上看不清楚，网页上有介绍，可是主持人看不清，可以偷偷的跟我们现场朋友讲一下好不好？有没有就是比较机密的不能说的秘密？如果好，透露喽，大家打笔记抄一下。这次在那个微博系统上面，就针对所有正版的玩家，会做一个回馈的动作。所以当正版玩家之后进入微博游戏的时候，会发现跟一般人会有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请大家期待。好，敬请期待哦。为什么回馈？好，主持人要特别来帮你加强一下。所以我。